购赚得最大。记者朱家松、陈依林台北采访报道。为了让孩子跟爸妈可以在音乐中一起玩乐，所以呢，亲子音乐剧《走吧，寻找最棒的自己》即将在明年1月再次席卷亲子圈，让对音乐有兴趣的大小朋友可以再次感受儿童音乐剧的欢乐跟惊奇。上。哇哈哈哈哈哈哈！这是一首可以让你很快乐的歌。结合唱跳律动、创意戏剧和多媒体互动投影的跨界派对，让爸妈和孩子们用音乐一起玩乐。好好好，可爱的花鹿，可爱的花鹿，迎着鹿角跳一跳，迎着鹿角跳一跳，棒棒。原创故事加上多媒体互动科技的运用，亲子音乐会《走吧，寻找最棒的自己》从2016年首演以来，全台巡演12场次，获得许多家长和小朋友的好评。现在来跟金花女王猜拳呢、哦！真大家都酒托的，感冒只听的空话，冷声老那样，一口酸。小型传统音乐会格局，营造大小朋友都能开心大声唱的演唱会氛围。2017年1月将再次席卷亲子圈，带来更多音乐惊奇和欢乐。记者台北综合报道。韩星秋瓷炫为了新作品回味多年在。